对，对，我的，我和的，让我轻度、中度、重度，您这是全聋的囡仔，算极重的全聋。不会后悔啦，只是说怎么会生是天葬的孩子，就是因为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。啊，我明日该写用笔单写给我看，讲爸爸妈妈怎么要给我生天葬有小孩呢？我听了足艰苦。爸爸抱。老师说你听障，你听不到，你学不到东西，你要让别人不要欺负你孩子，你就不要把你的孩子放他出来。那时候有难过差不多一个晚上的时候，真的。啊，教人不爱心，正常的囡仔都该歹教，教袂开啊，高低左右袂样啊。伊果是一个全聋的囡仔，免啊听，免啊学。他不管到哪里回家，他的东西放着，他就到外面再玩车哩。三个月后，伊果每一次的屏东的县长杯车轮比赛，恁来参加，一个摕第三名啊。啊，过来隔年呀，每一年县长杯迄个成绩，所以拢名列第一。哇，百岁，五十，百二，五十二。通常在帮他设计一套表演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把音乐放得很大声，让他先去感觉一下那个音乐的震动。他从震动里面他去抓到那个节奏的拍子之后，他在配音乐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很自然就会跟着那个震动的拍子去走。我的，我的，哦。